蜜呢？什么？这是什么了？我们是这么讨厌的，赶快干！这是什么啊？啊，什么鬼了？要怎么拿别人的头颅啊？那个叔，你不是在问过？哦，不在场的哦。我说那这样我帮你拿，你要他的吧？送一个他的头颅。你要那个男人对不对？给那个男人，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的头颅。我的妈呀！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个东西，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听到了。我靠！哎，感觉不应该是颜色。你们影片黄标不干我的事了啊！你不能！哇哦！不是，是真的会这样。你说刚刚那一题吗？对。哎，我私底下面就盖一大包了哎。我有想过，但好像觉得怪怪的，打掉了。啊！就把下面打掉了。啊，好可惜哦。对啊。是不是很想要黄标啊？出这种题目要让你黄标，搞不好是中间猜的人有问题。我也觉得。哎，好了，差不多这样，哎。先紧迫啊，大家。嗯，其实时间没有你想的这么紧迫了。没有，就一定要故意弄得很紧迫，所以才可以容忍自己盖得很累。你那个有没有时间都差不多盖那个程度吗？我靠！干什么？哇塞！好嘴！哇塞！哇塞！你哪有差、啊？你每次都盖的差不多啊！我每次盖很棒啊！记错了你。那是别人是吗？嗯。大工程哎、欸，这个。嗯，哎、欸，不对，盖错了，错了。可以啦，我这盖得很好。嗯，时间紧迫，时间紧迫。哎呦的。嗯，为什么我要盖这种东西？没关系，你刚才就报仇回来了。那个题目会不会是我出的？啊，你是不是想充流量？哎呦，很会哦！哎呦，你好会哦！对啊，你好会哦，这个很会冲哦。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开台被怕被编台出这样子？哦，死掉了。嗯，欸、这超像机甲模式的，好好看。机甲，我要把它画出来，送给巧克力。哎呦，哎呦，对，这个好难，这怎么盖？我是觉得很帅，还是有观众要现在赶快画，快哦！怎么反倒了？
不应该是野兽。拜托，我这忠实呈现好不好？有没有完美？哇，反应好了，我好很久啦、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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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哦！对啊，感谢杨洋。超强的，干嘛啦？可以的，可以的。这好难哦。天啊！我要打开我的 SAI 了，可以啦，还原大家的童年。到底在干什么？快过来！好了，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用这个。哎，这行啊，对，盖错了啊，盖错来不及了啊，真的剩160几秒啊，算了，随便了算了确定按下去就对了，100秒还可以重盖一个，哇哦，以这里吧，就这样吧。嗯，啊，就这样吧。好了，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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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谅他哈，那个会被黄标。说明他盖的很要啊，我在你后面啊，继续。我低头，我觉得你们粉丝很开心。粉丝，他自己使出黄标攻击。哎，叹口气有没有？现在聊天是很开心，真的，我刚看到那个，每个聊天都在笑。剩一分钟了，一分钟。嗯，有了，哎呦，这是什么？这什么？这什么啊？哎，太好啊！宝宝，你在盖什么？我看一下。哎呦，天哪！哎，巧克力盖很快，还盖得不错哎，是不是哦？大家，我的建筑兽秋风更正。繁星花，你盖这个不怕死吧？不是，就这样出啊！哎、欸，又不知道巧克力很帅吗？很帅的。这什么、啊？自数不够。滴血啊！我不敢相信，我刚刚一直在确定我上家真的是。巧克力吗？就是我啦，完美。这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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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字数不够。它是这种。
发挥你的想象力。嗯，我觉得很可爱啊。嗯，嗯哼。就这样吧。想象力就是超能力，好难理解。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按下去哦。还是这样，按下去，按按下去。哦、我的眼怪太多了，好可怜哦！阿七，你猜的到底是什么东东？不是，阿七，我们一个一起看，一个一个一起看，这是什么了？好，哎、欸，这个好棒哦！这手好棒哦！受伤的心，那个站好棒哦！对啊，那个站好棒，有没有？完美啊！超受伤的西瓜棒。觉得贝尔棒是什么？贝尔棒，贝尔棒啊！哦，贝尔棒，贝尔棒。为什么贝尔棒我看不懂？贝尔棒，完美，完美，还在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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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团，为什么你心中的我长这样的呢？我为什么要长这样的呢？没有啦，我想说节庆快到了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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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它是绿色果实的，是不是？绿色果实是什么？绿色果实啊，对啊，没错、啊。你至少把西瓜给打出来吧，你。我就要驾驶这个机甲去砍死你。慢点，我不知道斧头。你闭嘴。啊，这是什么鬼？运动脚霜，你看他的脚，遇弱药水，脚霜。哎呦，小峰，你懂我啊？拖着虚弱的身体，好有情境哦。等一下，为什么这个团团是像斑马一样的花纹？超有情境的。你是斑马、欸、不是熊猫，变斑马了。熊猫不长这样吗？他变斑马了。没有中间的圈啊。啊，这种团团啊，团团啊，代表你的团团怎么长这样？我忘记放他的头了。团团怎么长这样？你是小偷吧？神偷了吧？他在童子拜观音。你不觉得很像吗？前面这头红红的，我觉得比较像童子拜观音呢。为什么小偷跑去跑操场？哎呦哎呦！哎呦哦，团团，你头发好长哦！哦，哎，这个大妈超帅，帅哎！你看，好大妈，变大妈了，空气妈，这个技能不行哦，丢棒子发都死了，丢棒子发会挂点的，哦，这个帅，真帅，大妈，大妈，死。环星，哇、哦，这个很棒啊！哇，这个长着翅膀的飞天魔法热狗，看起来好吃哦！哦，原来是魔法哦，那个粒子，粒子效果，你好棒哦！好笑、哦，好天马行空哦！我猜的比较正常，梦到超级哦，魔法在天上飞，我觉得哦。哇哦！哇，这好猛哦！好像 Taco， 赞哦！
偷懒的翅膀。有吗？有吗？翅膀太偷懒了吧？翅膀在哪里啊？哦，看到了前面苍蝇翅膀。这十分钟盖三个热狗堡也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快乐在天上飞，他们哪里看得出快乐？快乐的是你吗？还臭猪啊！超可怜呐、啊！什么热狗？哎、欸，小唐，你看人家十分钟干什么？你干什么？这个我想很久，不知道怎么干。重点是看秋风413秒就干出来，你还更久，你花更久的时间。我还想说，为什么是烧起来是烧死吗？它是热狗，后面有翅膀，你们去看后面。真的假的？变成小天使啊！呜、哦，合理啊！觉得重点是那个时间的对比。我花了大概快100秒在想怎么办。下一个，哎呦哎呦，军中打电话出来哭个半死啊，好可爱哦，好笑，好可爱，你的牛好猛哦，对啊，可爱了吧，太强了，好猛哦，牛头要当兵回来报名，哇哦，哇哦，哇哦。来，让我们揭晓旷世巨作。烂透了！后面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有这个帽子？这个当兵当军帽，你不要想歪。黑色白色是什么意思？对啊，黑色白色是什么牛啊，乳牛啊。哦、牛有没有都是白白底啊，然后配黑斑点？打电话嘞！打电话嘞！电话前面这就是电话啊，拿手机打、啊。这就是电话有没有？喂喂，我以为那个是浮潜管呢、欸。还蛮纠结的，时间有限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啊。哇哦！嘴滑，哇哦！电话不见了啦，好猛啊！电话没了，至少越哭越惨。对，没电话了，哭了，哭到手机都没了，真的变汪洋了，好惨，也太哭了吧，哭爆，房间全部都淹水，哭哭哭，好猛，好痛。什么东西啊、哎、呀吃得出来了、哦、你那是柠檬啊、哦、红香料猪这个是柠檬啊超感人柠檬你那是柠檬啊对啊这是柠檬啊可是他撒西瓜籽啊他撒西瓜籽不能怪我哇哦搭配猪肉晒西瓜籽条哎撒西瓜子，他那种干这样，哇哦，哇哦，哇哦，可是一种干那么辣的感觉，很辣、欸，意大利面呢、欸？又是辣的意大利面，因为我不喜欢，我一看就知道哦，小黑西瓜，你看你这小黑西瓜盖得多完美，还插在旁边，没问题，我完美的猜到啊，地狱辣猪肉拉面，做小黑西瓜面。哇塞！而且都要用左，有没有？对啊，真的一定要左一下，左一下好像很有 feel。哇，好辣！这好辣，超辣，更辣了，辣爆！左小玉西瓜片啊，这没有左了，这没左了，解辣。这样你不会左啊？左一下嘛，要左一下、啊。他明明就是右哦。右个头，是哦。好笑哦，柠檬变成小黑西瓜。这什么啦？这头，到底、啊？那鼻
鼻孔。等一下，这海绵宝宝怎么没鼻子？有啊有啊有啊有，这是鼻孔。海绵太不靠谱了。头号宝宝是谁？对啊，是什么东西？争夺卡通之王。哎，洋洋，天线宝宝不是卡通哎、欸？啊，真的吗？不然它是什么？儿童节目。儿童节目。它是真人录像吧？对啊。嗯卡通、啊、没关系，太好笑了。对不起，忘记要整了。哦、对不起，打架。不是，等下，为什么另外三个偷懒？三个懒，直接这样盖了。哎、欸，我先从左边盖到右边的、欸。哦，最后一个进化了。太可爱了，这个天线宝宝大战海绵宝宝的比赛。这个我绝对没问题啊。强很强，可以。哦、眼睛怎么了？眼睛怎么了？变成蟹老板的海绵宝宝吧？吓死啊！吓傻了，好不好？吓这个每个人头都有都蹦出来，真的吓死，真的吓死，吓眼！世纪大决斗哎，有没有完全猜出来了？有啊，我争夺谁才是头号宝宝，中间就歪了嘛？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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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秋风啊！还在一起吗？就是你！哇哦！哇哦！就是谁鬼？公然放闪啊！还是打开的，你知道吗？打开的相扑！哦，他敢自己猜的耶！不是，没办法，一定要猜爱心进去啊！是不是你们就是把平常的猜进去了？你们平常可以把它当做体力量啊，当做训练啊。哈哈哈哈哈！为什么变丁字裤？是香扑啊，香扑的关系。知道了吧？香扑不会穿袜子，也不穿鞋子啊。香扑，香扑就打赤脚啦，不会。啊什么？不会穿，不会穿那个。多穿了，多穿了。这什么玩意儿？哦。哇哦！白痴！结果还是干这样了。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宝宝，太可爱了吧！还有奶头，看头发吗？送花给汉记本本，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太可爱了！所以他们意思有没有？就是从小到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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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没有的事，绝对没有这件事，怎么不是将来的样子？小时候是宝宝就送花了，长大丁字裤送爱，最后他就在房间里打爱的相扑。哇，逆回去了，反过来了，屁嘞，变皮就在一起了。哇，我觉得好可怕，没有，居然压走，气死了。太完了，太完了，笑死了，哎呦。太好笑了、欸、吃下这些节目那些题目吧啊我要吃热狗了太好了我要吃掉牛了我吃了好多哈基团团自己吃自己吃哇这热狗好吃哎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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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心的热狗，实心的，实心的，哇，好饱，真的超饱。哪里啊？还有半小时还就忘了，还有半小时哎。嗯，所以我们要更快了，更快，更快，三分钟吗？三分钟内，三分钟，哇，我们要更快了。你一样要三题吗？还是你要一题两题？嗯，哎，有三分钟哎。太短了哇！哎呦，太难了吗？那你要怎么题目三分钟啊？三分钟哦。嗯。你平常在干什么？平常在干什么？我怎么觉得大家都会撞题啊？都在赶影片，对啊，都在赶影片啊。对。哎呦。嗯。我的天。
三分钟你可以做什么？欸、三分钟可以做什么、欸、？Building game 可以，哎呀，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吧？好好好，可以。三分钟可以做什么？嗯，三分钟可以做什么？好，来，要限制字数吗？对耶，三分钟，三分钟能干嘛？三分钟可以干嘛？有要限定吗？好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好，想一下，想一下。想题目啊？煮泡面，泡泡面。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嘛，绝对没问题，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要报仇了，有冤报冤。你们要干嘛？我的好好懒哦。我觉得这个他应该盖不完。我这个人应该蛮简单的啦。三分钟哎、欸，哇，这完全可以啊。